小泪干身泣，悲观寂寞夜色深，惨淡明月映照我，憔悴仰天思清晨。难我出也心，回不给暗中几红尘，到时今今退都是难，得兄长惠恩千万分。莫非文芳将我怨，莫非文芳真伤心，书香门第都静丈夫，累死不忠，病死才精神。一双兄弟年三岁，欢心似苦拉成神。分把子实在欢操，情发分分总是四季天的欢岁里，永无三人四目亲本中，祖母多光明，公子对我恩情重，岂能反梦非是为东家犯东家人，只是一片真心关天地，曾把性命求责才英雄，求姑姑要恩家四月迎花生。
心美名，阴阳领下三空门，四草深，姑姑，你是真姑吗？这墓碑是我的呀，三年了，多么好的三年，多么无度的三年啊！死的应该是我。哥哥，你待我好好的照顾母亲公子，护卫出生的孩子吧，哥哥。本座。念着三年的情谊，一个想想这未出世的孩子，难道你要我们变成孤儿寡母吗？恩主，公子，好恩主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自己是我吃的，你是父王，我会知道了，他们也不会将来于我的。本座，他们快委屈吧，啊，该委屈吧。七舅娘娘，银屋上是匡正奉旨见驾。小儿是觐见。臣奉旨拜见娘娘大夫。朝野上下有数你了，转身匡大人府中藏着一股神啊，非人不管。启禀娘娘，那是驸马东门本，他谁呀为房侥幸身亡。哦，记得谁呀身亡的乃是二公子董文宗吗？怎么反倒是大公子回来了？匡大人，你不会弄错吧？娘娘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是此之来，我王家出了乱人之物了。娘娘，臣以为时日不可，卯转接任，驸马归来，原是意外，这说少通情嘛，也是迫不得已。这是一旦转阳出去，王家正言丧失一清，所以一臣愚见，此乃亲属家事，无用过分，可传家规，事了为上。嗯，家规事了，冯家规，母恩，他们都是无罪的呀，母恩，少死儿吧。这是你无望的旨意呀。那儿去做无望。王儿，
你想被家吗？奴儿，难道你有女儿米苏的吗？只是为了你，父王在山屋吃你，不问国法亦是宽恕。难道要让人耻笑我们王妻没有家规吗？奴儿，叫驸马与母的家庭有罪，我这堂堂的王家千金，岂不能要人人尽知的落入淫妇了吗？好无辜的父王啊！公子，你疯了吗？努力心要把心
请家母处置一桩家务。影武大人，今天虽不是让你来执法，可要你做个见证。一边外人是我们王亲不正家规巡视王法，坐下吧。来呀，来，把人带上来。是。朕拜见母后。该起头来，母后。哦，邝大人，他的面容确实可以乱真呐。王儿，你也来仔细看看，他是不是真武吗？儿，都认识，侄儿莫是母。亲家母不妨也去省上一人。母亲，驸马，你在哪？哦，他正有病在身，况朕。娘娘之意，臣实在不明白。他但刁民，尽管冒充驸马，挟着王亲。你是何人？与何用心？是何人指使从这招来？母后息怒，朕确实是三年之前这样威风的驸马，东门不雅，自愧。谁呀？上禀的乃是二公子董文忠。母亲，公子，忠弟，你们是假呀？要知道，我这毛人王亲是万七君之谁的呀？忠弟，公子，你快说呀！小薇，不要多嘴。公子，我们正是王上亲师的结发夫妻呀。你这个疯子！疯子？不，我不是疯子，我不是疯子。母妹，我是这王八，我真是驸马呀，朕忠心为本，绝不欺君之言呐、啊。母妹，公子，公子，
放一年在你我夫妻上，我总能把死里逃生。三年来，却经了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。为什么你竟将我公子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，公子？大公子，黄大人，你身居阴部，名册取号，此人是不是正府吗？该清楚了吧。娘娘神明，鄙人汪居阴部是该遵请升上免臣。我无此意，只想请你再看上一看，他是驸马，还是疯子？匡仁兄，你我同库，这既然在你家，我们秉着肃静，情同水作。不，那因为我以为你是驸马，现在见到真驸马在公主身边，你们的脸面又是此相想才来分辨。可想我一个英部尚书竟被一个疯子所骗。夸张兄，你一向公正为外，怎么也将我说成疯子？你这孤身正是风雨之切，公主说你是疯子，这东老太太也早就看出你是疯子，这皇后娘娘早就认定你是个疯子，我看你也真是一个可笑的疯子。我说你就为什么不是一个疯子呢？我不是疯子啊！我疯了，真的疯了。美人，我没有疯，这到底为了什么？这到底为了什么？哎呀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啊？这里不是你老的地方啊，快快回家去吧。家，这里就是我的家呀。母亲，谁是你的母亲？不要胡说。好了，来人！来！不，娘娘在上，奴婢出宫是奉公子驸马，我可以作证，康大公子是真驸马呀！自亏！我在与亲家此次假日谁敢阻挡，岂能用你无言？公子，你对大公子的事一清二楚。大公子举世一生好不容易回到家里，为什么全家人非得不认他，会是他的疯子呢？大胆！你尽管冲撞我！来呀！来！使他把令一掉，带出去与他治疗。是。大公子，我找你找不到。我没有错，小伟已经睡了二三。
真得到今日梦方醒，世间人人皆同名同我影，故此女小薇，凤玲啊，我凤玲，我们都疯了啊！洞门吧，你还是驸马吗？驸马，那他是公子的老公呀。过来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啊！我在什么地方呀？我从来没有来过。哦，启禀娘娘，言已困着，此人风病确实不轻。既算是臣不留在家，请恩正为人改过，他人杀送他为女恩者，他是在四处浪迹，广野惑众，岂不有害王家名声？娘娘，那我就将他拘押起来。不必了，他既从阴阳岭上来，就让他从阴阳岭下去吧。来人，在上青丝与去thank you.
总是就是